差唔多噶啦，我哋交俾集前啦。搞紧入闸喺嗰只帝圣之星，佢以前有啲慢嘅只马，都系慢开啊，慢脚啲嘅。七号马得翻11倍啊，起紧飞系帝圣之星，剩翻两只，放眼量。好啦，放眼量搞掂，最后入闸，自动波。全部马不准备妥当，赛事嚟到第六场啦，4班1400，6号大热，7号起飞，准备。黄旗已经系举起噶啦，开头望落去就唔似话咁多马走嘅场合，睇下咪一开闸嘅时候前面快噶嘛，胜利专家出边好快闸啊，内栏粉红眼罩转色传奇中间自动波小奇妙，出边佳运来呢五只马比较快啲嘅，内栏第六放眼量，再喺大外档橙衫连利进宝啦，尾四帝圣之星啊，尾三灰马盛世，尾二八心之王，暂时电流咧就系嗰只想赢就赢嚟噶。好啦，接近呢个1000米嘅段处，前面自动波咧藉住轻磅之力就摆前面走啦，跟住第二位嘅马咧，咁啊有外边位置胜利专家啦。守住内栏第三就是呢只钻色传奇粉红眼罩嘅，第四位小奇妙内栏，第五放眼量，出面仲有连利进宝一路三搭啊，中间佳运来内栏尾四蓝三帝圣之星，咁啊后边三匹马盛世灰马啦，尾二咧就八心之王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想赢就赢嚟噶。好啦，入直路嘅时候啦，前面自动波仲系捉到好实咁入嚟噶，跟住第二位咧胜利专家内栏第三粉红眼罩钻色传奇攞出出边有小奇妙，最初啊全程外搭嘅橙衫嗰只就。连利进宝啦，再喺入边博位，帝圣之星外边冲咧，仲有佳运来，最出灰马系盛世啊，斗到嚟最后300多米啦，胜利专家出咗嚟先啊，咁啊见到内栏位置粉红眼罩钻色传奇追紧，再喺入边位置帝圣之星上，出边佳运来，大外档盛世亦都上紧，最后100米，胜利专家占先，大埋栏位置钻色传奇将佢赶过，进占第三位帝圣之星，钻色传奇应该咧就到先噶啦，中间位置胜利专家，咁啊外边帝圣之星就跑第三啊。结果就是这只胜利专家出咗嚟先噶啦，咁但系跟前咗摆咗莫雷拉上去，真系跑高好多。吕建威今日又有头马啦，转色转骑，咁啊夜马第四名嘅马咧，应该系放眼量有机会爆到入嚟。6号嘅钻色传奇啊嘛，莫雷拉喺里边胜出今场赛事啊，跑第二名一号嘅胜利专家贝托美，第三名7号。呢、这个帝圣之星潘顿第四名啊，9号嘅放眼量，咁啊呢个梁家俊啊，不冷门啊。好啦，咁啊次次见到一钻色传奇掟出外档，一换咗莫雷拉咧，可以啊悬栏直上啊。吕建威今日啊两 win 啊，非常之厉害啊。
好啦，我哋睇睇预计派彩先啦。跑第一名六号钻色传奇独赢派32蚊，位置派14.5。跑第二名一号胜利专家，位置派16蚊。跑第三名七号帝胜之星，位置派33蚊。连赢位一搭六派86蚊。三重彩六号、一号、七号顺序派1350蚊。单贴一号、六号、七号派315蚊。位置 Q 一搭六派30蚊，六搭七派77.5，一搭七派110蚊。跑第四名九号放眼量。咁啊，都唔使留到咁厚啦，即系钻色钻奇啊，守住个靓位。前面亦都放得唔快啦吓，嗰只自动波。三拣一嘅预计派彩啦，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预计派18蚊。末段追得最多就系嗰只临尾飞格嘅帝胜之星啊。咪追咗入嚟第三啦。嗯。胜利专家继续都系出唔到头。看看哪一隻贏，結果都有一隻贏，不過六號贏先，因為六號之前都贏過。不過如果勝利專家平榜員加分的話，下次就要上三班的了，看看哪一班輕榜，因為現在都60分頂分的了。亦都恭喜埋吕建威啦，起咗个妈嘅今日，幸福加数钻色传奇四连环，一号、六号、七号、九号，预计派2705蚊。四重彩，六号、一号、七号、九号，预计派27103蚊。翻嚟覆榜啦，见到莫雷拉，亦都见到蒋嘉琪喎。好啦，巡逻影片起步，其实嗰只跳一跳噶，咁啊嗰只自动波，但系佢都积极嘅推翻几步，因为呢场都冇乜马大啦，佢都放到出嚟嘅。咁啊咬住佢上嚟就胜利专家啦，咁啊都拍到个好位噶啦。咁啊后边位置就钻色钻奇都啄住佢嚟跑嘅。第四位就小奇妙，咁啊后边就佳运来啦，出边就连利进宝沿路都 outside 噶，后边就放眼量贴咗栏嘅。白三白帽灰马就系盛世啦，内栏尾三帝胜之星，尾二位置白心之王，包尾咧想赢就赢。呢场步速比较慢噶，咁啊头三段都59秒43嘅，咁啊自动波其实都单骑领放噶，不过就稍微佢唔系走得好顺啦，见到个头都摆得比较歪啊，又恶下恶下咁。一对啊跟得靓啦，钻色钻奇啊，胜利专家都系咬好位，或者连你进宝沿途都外搭，嗯，学咗耐嗰啲嘢，系啊。后面嗰只帝胜之星，睇下蓝蓝你三塔点样捐上先。而家潘顿系搏入边嘅，追得唔错噶。小光拉斯都22.53嘅末段时间，佢嗰个位追得上嚟都真系几快下嘅。嗯，出边一队就盛世啦，佳运来一度都有啲细嘅，咁但系冲冲下就唔系好多啦，连嗰只放眼量都过唔到。好啦，复榜完毕，派彩作实啦。位置 Q 一搭六派30蚊，六搭七派77.5，一搭七派110蚊。组合独赢三拣一啦，胜出组合 A 一隔夜热门派18蚊。四连环一号、六号、七号、九号派2705蚊。四重彩六号、一号、七号、九号顺序派27103蚊。孖宝派彩头关五号、次关六号派89蚊，头关五号、次关一号安慰奖派18蚊。睇下三 T 嘅派彩啦，派56444蚊。
三天安慰奖未关任何组合派1313元。睇埋分段时间啦，头段13秒82，第二段22秒40，第三段23秒21，末段22秒53，总时间1分21秒96。